大利妈妈家常菜，安心雅的最爱。西西里开心果七十角，开心果，开心果，有听过意大利角？我好爱开心果，但是没听过开心果。你在意大利的家庭，每一个妈妈都做得出来的一个料理，但是在台湾基本上你都找不到。在台湾的意大利妈妈比较少，很少意大利妈妈。你在路上会遇到意大利妈妈吗？对啊，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